实习，那大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一开始做的第一个工作，助理工作哈，第一个是在厂，看到三把刀哦，Sandy 那时候的，民国82年、83年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厂，然后你生小娃娃一出来就是什么哭嘛，大家都知道嘛，你那出息的也好，那不哭怎么办？那个是生命危险，很厉害哈。那时候最怕妈妈把娃娃生出来不会哭，不会哭就惨了，要马上急救。啊，那刚毕业嘛，第一份工作很紧张。那不会哭的娃娃，不是你一拍妈妈把妈妈把头在考场也会考，每考都是每考。那怎么办呢？有来急救，来擦骨，说万一你别想三板。上班时阵压力真大，我拄好迄年啊，生生全拢袂记得，吼，那个哥哥这样子，啊嘛有坐迄双胞胎做公主咧，啊嘛有迄生出来畸形，那种我脾气差吼，我老公会打伊个哦，伊大拇指啊都袂记，啊伊家己手哦，两手搁两脚拢打伊，啊嘛有快快生，没有肛门，快肛门吼。没办法，那怎么办？那所以这个压力都多啊。后来我就转到哪里？转到内外科的，来外科是啥物？你想到的病我拢讲过吼，中风、肺的心脏病吼，你想的老会做。这么多年啊，到97年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也是医院的太空哎，你来老人做的。对吧？来做嘛，这些都60岁，对吧？那这些都是宝，那这些宝怎么办？我们医院就成立了护理之家，然后我去旁边其他，然后我一待就待到105年，就简单哈。我做护理科中呢，哦，近视的老人，或他先天老人，应该在失智症、精神疾病，啊，这些差不多无干，这无干来最好啊。刚刚讲咱老人老了，上主要爱啥？你刚才你上希望的是啥？身体健康，真的。你要是不健康，那个老人的生活品质真的很，我真的是只能说很感慨哦，这样子很感慨。你知道我后来有一年是到呼吸道护病的，一个呼吸道护病的，啊，阮怕去哦，爱去接。不是刚刚咪呀，伊袂晓家己喘气，所以爱有呼吸器。就从安尼，别讲太大只就好，大个咪啊，下一台机器旁边啦，大口气互伊喘气。啊，你敢有迄种人做爱做几工？有人年资比我较久哦，我伫迄个时阵是袂时阵，我工作年资就是上新诶。这个一做到我离开前，伊还搁在遐，搁倒伫遐。近两三年，我搁调到精神科病房，我有一个值班器，迄个晚上搁倒在遐打呼吸器，一直倒几下。迄种我问起来，有人倒上久的是倒13吼，从迄个病房成立到今，他搁倒伫遐。你有看迄个病人，伊都开的。不是我在一个开始，我做我的内外科一个里外出来，去过一只脚，去过另一只脚，为什么？糖尿病。那么你这两个人生也刚要，外刚用的是，那你真的要健康。啊，这是跟大家提的，就是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你分享，那我要给你看一个影片，我们老了。我们希望是什么？啊，可是未来很多老人都会跟那个影片的老人一样啊。啊，这部影片叫做《独角戏》，这家叫啥物？巨火虾。哎，来这腿的人是啥？你再爱注仔细来看哦，从这来看，这只只救火车是做特别的救火
好听啊。好厉害！啊，你们要那感谢女孩。哈哈。哦。马上就得上。哦。很厉害，厉害！未来的科技有可能哦，未来这个护理师搞不好会改变到这个程度哈。有地方都建护理机器人，各位前辈先看看。我们国台妹做手术嘛，毕业生国台妹去当护理师，他请回来。所以红海的就是加护理机器，你起码成立护理之家，啊，你得去数，啊，得教老人呢，哎，你看啊，你都教他咯，还去讲，我
我们会成立这个老菩萨班，我们的用意，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，社区有没有很多做童老人？嗯，有。我们周遭可能在乡下更多，对不对？都市也有，那很多都是怎样？一个人住，或是夫妻两个人住，对不对？那子女都不在身边。我知道，知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心得吗？真的老了以后，有很多是我们身不由己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讲一下老了这件事情，是你跟我都会遇到的事情。那我先要跟大家讲我们老话，这只是跟大家复习一下。那再来就是我先说一下，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。女生比较长，对，87，那男性呢？81。讲国语可以吗？学会东台语也可以，可是台语有的人听不懂，可能要请求大家要多包嘛。所以呢，我爸爸讲我回去上班，人是不买乌贼，啊，可是什么长辈都贼，啊，长辈程度嘛就好，所以咱今麦要做记单的人，莫甲想讲咱只手的老菩萨，拢是都是。那个程度不好，不是哦，我的程度是较好。我都会咧笑谈嘛吼，笑谈你会失智一分吗？医生嘛会失智哦，我想过哦，可是你买的时阵，伊就是失智吧？啊，我买叫某某医生，他就叫某某笑谈，他叫李长的吼，他李长是做爱职业旅游大会的，所以每一礼拜拢互伊做主持的，每一礼拜旅游大会，爱叫做时代，然后来做生意。老人化，社会都是因，啊，心里想救你阿妈，生你哪会想救？因为有人要生哦，这就有人要生的，所以鼓励生小孩，这是咱其他老人家嘛，就是个困难。一般生拢是啥？外配，你有发现无？外配是生做侪，其他咱土生土长的，要生一个，你就囡仔打拍手，生两个啊，打放鞭炮，生三个。
同理的忧郁症这些鸡蛋哦，你要多多接触大众，是真的比较不会忧郁的。他因为症型也会做嘛，一直反复，一旦五个礼拜过哈，几年开始感觉高位的，一个人再来再转很高位，就各种的很高位的老，我几年换一下有道戏，那种感觉的。那今晚社会现象的时代呢，多精神寄托。但很多是这种，他每天都满足，所以我常常就浪费的是工作量减太多。啊，过来肌肉骨骼，肌肉骨骼矿化的三好不好？就是它是一个工具。啊，但是十岁时就没有坏的，然后是顶多是割割啥扭伤。闹别扭啊！哦，我今天在我单位，刚刚闹别扭。啊，对，天气冷，冷气对，牙灰。脆弱，那你会更他老了更容易脆弱，好像可以体验。啊，我也让生的人来了，那，那你说前那些就是不要当回了，压迫性骨折，你说对，你说塌掉，那是不累的啊？那这老人很多的这个嘛，你要累的，你就那个体形成，那个体形成一个个性啊，对，他就受不了你的力量。你只要长期躺在床上，你不坐起来，不活动，肺炎就会找上你。那肺炎来了以后，一次肺炎，两次肺炎，三次肺炎，到第四次一般就很不好。这就是外道入侵了。肺炎不要小看它，一次没事，到了三次以上，那个之后的生活品质就很高，然后最后就会，你要是没有切的过后开急救，一般的没有嘛。插管嘛，有针啊，有气切，啊气切有根筋干来啊，我还得呼吸器病房哦。一般的情况是这样的，可是呢，现在不是有个叫做安宁缓和条例吗？这样的，你要自己决定你要切脖子了，还是气切了，你要练习了，那个都可以签立意愿书。那要是有兴趣之后，那个之后再我们再谈。然后再来心中呢，心脏血管是安那，多会啊，一点多啊，多会啊。应该有，啊有啥物？多会啊，做妈妈，起码做年轻货。然后最近不是刚好都会三十几岁的猝死，为啥物？很多年轻人其实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肝胆啊，啊为啥物呢？饮食习惯，那类饮食习惯东西，啊西化东西啊。高胆固醇、高油脂，还有高盐、高钠。他不管呼吸，那叫我们要运动，爱运动。啊，运动是干那单元，真正还有运动就是爱你的心跳有加速，他到偌济120以上，那叫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有怎样？有动到吼，啊，你要是干那你行起来，就穿一些无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跟我生气，你是讲我啊？这个人他太顽固，他问你你要什么呀？那个短期记忆的改变，他说长期记忆记得好，那就会怎么样？哦，年纪往那一年纪，对吧？他们是那个积累的，对吧？他说人工呐，老人做不了啥，对的。眼前发生的一记雷，啊，所以移动路上是贵一回来的。啊，不过也蛮是因为安尼，咱办的安尼活动设计，然后对这个方向去找事。啊，新年才大家观察，你办的单位好，我甲恁介绍了，恁就想讲，其实也叫物件足多，只是咱无甲发掘出来尔。好，来不管最近消化系统，也是消化做袂了的咯。消化袂做完的吼，他心情比较不好。安尼想哦，我去台湾安尼想哦，想讲安尼较省钱，我去两个卖价，我讲你两个价，两个价，两个价，还会结果安那？回馈哦。回馈哦。建立起来都有，你的营养不平衡、不均衡，它不均衡的啥？贫血。那还讲瘦起来就是穷麻烦的是贫血嘛，哈。啊，贫血反而对啥？骨质疏松，你若算算嘞，安尼无
黑天啊，而且是被蓝天包吼。那明星这些意外事件，你没有想象，他们跟那个爱拉小心注意的反应。所以打气球的时候，要需要怎样向你打，它有更难的。哦，所以咱平常是一个警觉性嘛。因为对方他心里感觉，然后口令无法想象的，还精神科病人，你讲他精神病吗？有一点吼，因为咱平常比较容易爱得来。你不合适，没办法，你这个要买生命的票啊，你没来，我也。
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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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召集个人之下，然后反思到其他看法。他其实都不要看法的，原来他能够在这个的那个老师的班能够做出心得，是这样一直累积，我们未来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走。那这样就会比较盈利，哈、哦，这是我想很多人收钱。但目前我们就不说哈、哦，就是伙食费的部分，好、哦，那所以不收钱就不会被社会局列管，三好。但我们评鉴、啊，我评鉴都蛮好，哎，主要还是谁嘛？好，来，再过来，咱来看谁呀？咱的活动，主要卖互你大家啥？快乐嘛，因为大家讲，咱今晚要做些啥？大家平常咱，咱要带一下，带一下嘛吼。啊，所以其他工作正式的嘛，你是领队嘛？啊，领队爱香蜜，咱一月一号开班那天爱怎样？那几个的特性要先抓出来，也教育程度，也专长，你不能有这个尽责，还是不能这么纠结，还是不能我先去专长，让他修发，然后给他后期的，哦，但那个是为我们妈妈发挥的地方，反正人事攻击是干嘛，还是主导发展环境，那时候以后就是让他关照，关照一下。啊，主要的是部分爱互伊聘主去参加，毋是咱讲闽南话的，安尼好无？咱到时阵咱办个活动，我会同大约说一下，咱一关关于护理之家公益关关搞些咩活动。啊，你看吼，就是老人的能力跟年龄组嘛，啊，如果伊身体做袂到，你再来咯。像咱种方法嘛吼，咱就来较简单的吼，安尼来，再搁有着安全。爱伊个习惯，啊，中午爱运动吧，咱就个运动吧。咱就莫讲每天做，爱还要做什么？啊，咱个目标就是啥？大家快乐、欢乐。安尼，咱个人啊，咱这个班就成功。来，这个做简单吼，来大家记得看成功的地方，那当然吼，娱乐性诶，卡拉 OK 嘛，咱能唱唱歌啊，吼，啊，嘛能看电影啊。因为谈到工资工资多专长，放点音量，然后各种乐器演奏嘛，乐器一个人买做乐器，那改用 DIY 嘛，那各种不用，就咱几个鼓励打麻将，他们哥从那会之家害老人去摔打麻将，当然老病麻将一研究，其实打麻将可以动脑筋，比较不会失智，这是不可讳的。因为你无同迄个脑筋，就是提升吼，讲个真正是安尼吼。啊，过来的阅读，不是你阅读吧，就无好啊。所以讲，你机构我若阅读，变成好一天，我若有学生志工可以请学生志工念报纸，还是念杂志，我拢会使。然后写书法啊，还是讲读册，还是讲平常咱请伊讲出来演讲，也是可以。啊，搁有嘞。太极拳听得像吗？大家都没要给我吧，一万万大起，大概是教过十小手，很简单。做过十小手的人，哎，就简单，就好记，然后嘛安全，老人嘛要听伊安那，安全的规矩啊，按过十小手很简单，哎，这是入门啊。啊，我来过身体嘛简单，然后基础，这内容就记得记一寡知识，卖讲给他分享。他就讲园艺，那温柔跳到的是园艺，因为那些特性是讲，那有些老人拢是进场的，哦，因为对园艺特别喜欢。不要太小看园艺，我甚至中心班主任的阿伯哈进场，那样子那地方呢，也幻想呀，他当管理的，不过那大的手啊，也开心啊，你看。而且他拢上个月送单，夜到傍晚就开始啊。哎，哥，你讲
去消耗。
啊，我甲伊讲，我若感觉一三五二四六五好，迄当初第一用的，哎，我看伊做啥物，开始去教过伊做出发啦，因为我无产地，我说我的原意就是去教过做出发环境，啊，过起来以后呢，当然就抓大家有责任的，啊，无要紧。伊就是台记者，逐天起床就是先去看伊个到处看有我个无吼。啊，所以你嘛是做简单个活动，会做歹看吗？袂嘛吼，就是看你用啥物脑筋去甲想者，吼。这就是咱个原因。啊，咱要一个规模个是做较好个去，即个外代价吼。啊，到处看我，大家分享我会有比这个惊现的。金钻脸，哎，金钻脸，你室内长得还不错哦。我本来想讲金钻脸应该做卖瓜，这个鹅做瓜瓜，而且多做爱心脸，我感觉够灵体。啊，所以身材够都水，哎，反正金线脸成长的那成功率还比多去画画，比多去画画晒太阳。一点我太阳不大清楚，现在看我哈青，啊，金钻脸的，所以来大家分享讲，那如今。这种活动，他搁有啥？老人会晓玩啥？玩积木沙发，不是这种。我说他是会有风格的上面，这种刚刚呢，他也不下棋的，也可以下棋啊。他是通常会问编码的时候，他是说编码哦，码回击跟帽子的花。对啊，不是他这一期轮子也是可以的，那你捐出来就是不用删的，哎，还是公正来给提供一下。这个东西一块到期轮有新的专场，啊，啊，你团队就是我的，这是也是家己教的嘛，啊，头前有啥物你讲呢？回纹针，我们肯回纹针，啊，我来钓竿子呀，有实力，好，啊，我大家去钓，啊，大家去钓。啊，都买各个证，啊，都买红比赛啊，啊，这爱情吼，自己做道具。啊，你看到左边这个啥，这个垫子，这个是我买的水球。刚刚美商姐姐讲做贵，我听她做贵，所以啊，被投资也是可以的，啊，不过真的是贵。来，他在我下面怀旧，刚刚我讲的也够厉害，啊，怀旧嘛，我传你一个，那你买红包啦。很简单，买我一点卖工厂，你买完工资那边贵下一点。春节嘛，那春节就喜欢做点活动，那春节爱做生意，哎，有人开心发言，爱贴春联，爱赠贵，哦，他就爱上面拜香拜访，那些都可以。好，所以在做这种团体嘛是 OK， 就是谈话就好，也是可以。一起公家稍微设计一下，你要感情发言的时下面，好吗？最后就让他感觉总结，你来感觉总结，打开心情，你看，哎，沉淀下来，分享完，你马上换一个模拟的，把那课程总结束，好，大家可以哈，那课程嫁娶经验，那老公跟老婆在那种好，跟男朋友差不多一样的嘛，那那男朋友他就敢跟我在这上面注意些，回去回想，心情好没赖呀，好，那活动下班赶紧去行了，搞定，然后把那个课程。哎，包粽子，我觉得要用包蛋，这个好像商家都叫商家啦，哈，他就是你绣花给我们做包粽子哈，好，所以他拿在板头做一些包蛋给同学的提供，就是讲那地方，大家在做自工要学会把那些说话的场合的话，就是在开场。介绍，每个人都自我介绍。那介绍完了后，那你赶紧在跟我一起上，好，你赶紧在跟我一起春节，那很开心，大家分享春节有心意，然后大家往大家讲，讲完你就来我们讨论，那就来做个总结。还有的话，奖金搞不好还不够说，你不要说爱讲的啊，你总是吼，你也无该敲吼，搞不好都换别人下一个。啊，老板娘也欢喜。啊，哥，有没有在听大家有听的？总算有人听我讲，对嘛？所以可以理解，除非跟我像一样，跟我
墙壁呀，我是公跟电视厅吗？希望给我观众跟听众，有心情感觉什么啦？有感化，真的，当然他在共情的你来听，带我来听爱情情绪的感觉，真的对着电话讲也不一样。他跟我讲的呢，你也就来家，人山人海的，我跟妈妈都一群人在那家好家，赞成哈。嘿，我好赞成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跟两个女儿一起吃饭就不一样的，何况跟他们几群都是怎样到亲一起吃饭，感觉一定又更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这个班的意义是非常的大。大家是都重要核心人物，那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们都还有工作的关系，万一到五真的是很难出现。可是呢，就要尽大家的力量，让这个班先试行一次看看，那我们再来讨论说，我们要怎么去让这个班更好。那未来我们要用到的是。这是为自己打算的，大家不知道，然后各位觉得怎么样？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，我们人生最后的十年，最后十年是怎样哦？那看哦，仔细哦，看两边画面不一样哦，比较一下。好，你人生最后的十年是什么情况？你已经最后干毕了呢？你是我无想要人家吃，还是无意？哦，还是你吃，还是啥？哦，家己当，咱家己来当看吼。那你打你太侪人了，就是那遐嫌弃的人，知无？啊，怪是对啊，啊一个是坐班的，迄个无忘吼。啊，这是恁是加拿大拍的嘛？啊，你这边先生，公面还恁做先生，啊，你这个方向哦，伊讲就甲咱问下个哦，你要替代别人，还是你是用教课班的啦？教课班。啊，你嘛做就是用教课班的啦，不是你用公文的啦。所以他就刚刚没有这个机会来做福利。嗯，那没多看几个人哈，我看这几年其实你喜欢看过两回，我心里很感慨，对你真的很好哦，另外还复习在复习医院跟那个病房，哦，就刚刚你真的，然后也脚踏车在也轮椅，你喜欢在那，他们都去的地方跟形式是无同。哦，啊，食的物件哦，嘛无同。啊，这边啊，是快用的吗？啊，做地方做地老人嘛，拢是快用。最后十年。好，安安静静下课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好，先下课上洗手间喝个茶，这样子。配合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这个是多。